来欢迎今天车坛的四国四三四三四人马四人马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文塔老师也挂好，咱那个情绪应该做翻译的，啊，你对文塔老师有写啥东西？我记得文夏老师好像第一首歌收下来的是《飘龙记录》，都是第一条歌。哎、欸，首歌是高中二年级。高中三班都请，对，高中二年级，而且他哦，什么不对啊，什么隔壁村班啊，妈妈请你啊，保重。哦，讲的是首歌哦，妈妈请你啊，保重东西嘛，是敬歌。其实吼、哦，文夏老师吼、哦，又创一个地，创一个啊、先例哦。对。他的歌曲被禁的是最多的。对。啊，当初为什么妈妈请你啊，保重这首歌又禁歌呢？因为就是足侪咱啊，民国的捍卫国家吼、哦，咱若听这首歌，就会去想。数量的对，啊，咱就是惊讲出来，逃避妈妈会逃避，啊，无要专心正经吼，做讲酒歌吼，做好变歌，变歌，他都很新。因为他很早期他就很红了，对，把他造成一些流行。但是你想知道为什么一做就混他？是啊，叫混他。混他，因为一开始因为我是去问一寡前辈，才知影原来讲伊厝的在做布店，布店，布店，还是纯粹是布店，叫做文化布店。文化部长，他就是要火鸡年时阵，他就是讲，然后一定要用这文字来做这个名称。啊，为什么这个夏安来？因为夏就是不清楚盖夏威夷的。哦。啊，他就取夏威夷那个夏来的，他刚刚好文夏跟文化部装，这个文化的也分为港音。我印象中，伊就是要大号。